多了。你看你的人又走了。是不是你叫的人过来看呢？给我撑场撑场面的呀，是不是？现在巡，这个角度可以吗？这个角度可以吗？这个角度，你现在这个角叫挑鞋，怎么女销售都喜欢这样挑鞋？我不知道哎，习惯吧，习惯吧。欢迎大家，你们还想了解哪款车型，可以打在公屏上哈，可以打在公屏上。他故意装傻去问，哎，我看一下我的粉丝多少了，来个特写，什么特写呀？腿的特写吧。我还差20个粉丝就破1000哈，我今天到1000我才下播，真的，到1000播到死，到1000我才下播，自己的任务。脚一边动则一边讲车，我在动啊，我在动啊，不要听其他人说，我在动啊，我这个椅子也可以也在动。好的，欢迎大家，这里是达州奥杰捷豹路虎 4S 店哈，嗯，看一下身边这台车吧，身边这台车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侧面，好不好看了？看侧面，前面要看一下哈，好，还不得走光。哇，23个人呢，这样棒！对对对，看不到人，看不到人流啊！看一下我们身边这台车，身边这台车，好像我觉得我是一个残疾人一样，坐在这里讲车，坐着讲车，好像一个残疾人哦。哦，身边这台的话是一个我们的捷豹的 XFL 哈，捷豹的 XFL，然后是一个络腮嫩红的一个颜色。